我要接二十。我死不在这儿住！杀了师姐的人都得死。石榴叶死了，他反倒失去了方向。不，他在寻找新的方向。从今日起，你顶替石榴叶的位置。有没有商队的信息？这商队的盛宴不是黑水伪造的？不是黑水伪造的。天香楼掌柜家中走水，一家七口，一个都没碰出来。这个康军也是管家。 康将军死了，就让他失踪了。他们一定是在隔壁。会遇好军。等我意识到时，他已经破门而出，倒在路边。断气啊！不对，押送礼既是奉御郎临时起意，怎么会有人消息这么灵通呢？白脸红叶，白脸红叶，衣冠禽兽，杀人凶手！我今天就让你戳死他！来，你别拦着我！看见了吗？什么狗屁酷刑！我不怕。你不是要报官吗？你报啊！你不报，你是懦夫。爱情。